5月16日，著名导演张艺谋的妻子陈婷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大儿子的帅照，并配文说，两儿19年第一次没在一起过生日，祝我的大暖男生日快乐，健康平安。照片中，张一男身穿黑色风衣，目光坚定，平视前方，很有镜头感，五官不仅端正立体，脸型还特别完美，眉眼还特别像爸爸张艺谋，尤其是那双深邃的眼睛，连双眼皮都和年轻时候的张艺谋很像。对此，不少网友都在祝福张一男生日快乐，也有人夸赞他一表人才，十分帅气，很多人说他太像张导了，并且很期待他能演戏。看来张一男的确是完美的遗传了父母的全部优点，年仅19岁，不仅帅气还很有气质。张一男曾和爸爸一起拍过某时尚杂志的封面，张艺谋坐在前面略显端庄严肃，张一男则是帅气的站在他身边。张一男不仅长相帅气，还很有才华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